新歌里面你最喜欢一首歌？其实我最近有写一些跟别人的新歌，最近的应该是跟嘎米会发一张 EP。对，这支专场里面就是我介绍一个要大不大要小不小的年纪，然后心态也还没有发展到成熟，但我觉得我介于一个很微妙的平衡，尤其是当彼岸柔情邀请寄过来的时候，我就觉得缘分就来都来了这样。合作规划，其实我最近有写一些跟别人的新歌，对，然后陆陆续续会发。接下来最近的应该是跟嘎米会发一张 EP， 对，来八九月的时候。新歌里面你最喜欢的一首歌？我不能跟你说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拜拜。